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为乾坤得合，是龙化御之功，内外至诚，御貌雍和之用，典礼于思而备，教化所由以兴。子而孙氏，乃旧日朕之皇妃也，是得中祥，重宣启秀，柔嘉成性，遗诏女教于六宫。 真敬持功，应正母仪于万国，甚合朕意，以册保历尔为皇后。其上宏资孝养，刻赞恭勤，茂本之异业之修，左宗庙为心之祀，钦此。皇后心安。 我已换了衣服，孩子还在屋里，请问道长还有什么指示？嗯，以后每天念一百遍北斗经，50遍冲虚感应篇，为皇上皇后祈福，方可有饭吃。别偷懒，有人会给你数着。 臣妾恭迎皇上圣驾。起来说话。谢皇上。做皇后如何？我这一辈子，只有在做反贼的时候，才觉得有趣。 这是爷爷出征关外之前留下的，一直在母后那里。我是近几日才拿到的。念吧。太孙平，孙氏若微，谙熟文字，于军政之事。 颇为用心，性子坚忍，气度开阔。若为奸恶之人，必成祸患。彼乃为乃我朱家仇人，若日后其得子，必有早夭，当及早诛杀之，以防有女主篡位之事。 此遗诏交付太子妃为朕之亲笔，凡我儿孙得见此诏，必例行之。违旨者，勿得入宗庙享受血食。钦此。 愿意为朕殉葬吗？
我六岁的时候遇见了一个老和尚，他说我是一个口袋变的，进得去出不来，我死不了，你们知道吗？不管是刀砍斧凿，水淹火烧，我都死不了。我是一个口袋。皇上，儿，你可不要跟我开这个玩笑，你娘可受不了啊！生死之事，开什么玩笑？你就别再玩蛐蛐了，人家在背后都叫你蛐蛐天子了。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命不久矣，就不能玩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吗？那你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不比好好活着的强啊？儿啊，你可别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娘可受不了。这些事情你做不了主，我也做不了主啊。今日我们好好说说话，谁都别不高兴。哎呀，我咋知道你去关外打仗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去啊。你我不是神仙，哪里猜得到啊？就算能猜到，这一仗我还是会打。没有这一仗，百官如何臣服啊？边疆如何安宁？没有这一仗，军队内内外外如何换血整顿？老天已经待我不薄了，今天叫你来，是有几句话要叮嘱你。皇后，这些日子她为着殉葬的事情茶不思饭不想，空了你好好开导他。他是为了儿子，这个孩子两岁了，走路也不会，是说话也不会，这爬在地上跟条鱼一样。我觉得治好的希望不太大。再寻访一些名医，全国的督府王爷全部都推荐了名医，都不管用。太
太子身体不好，国本不稳呐。儿啊，你是不是想立祁煜做太子啊？他娘可把咱们害惨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了。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情。太子若身体不好，就把位置让给祁煜。不过您得看准他的品行，若品行不好，就从外围的藩王那里过继一个，找一个品行良善、做事稳重的。皇上，皇上，皇上，我会赐你摄政的权利，直接参与国家大事。这不是我们的家事。朱少国疑罪是凶险，儿子不孝，偏劳母亲了。不玩了，来，洗手吃饭。你要学会自己挽袖子啊，小手黑成这样。又不愿意吃。去哪儿吃？玉儿，出来。爹，你认得我？娘说长胡子的人是爹。聪明，像你。跟爹走，爹带你吃好的。皇上，接皇子銮驾早就预备好了，不把孩子带走吗？他娘不让啊。这个孩子懦弱无刚，不堪大用。当年我把他带在身边就好了。
时太上老君以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在太清镜上太极宫中观见众生一劫飘沉周回生死或居人道生在中华或生夷狄之中或生戎蔓之内或富或贵或贱或贫给我滚当初那么大个水泡一点用都没有皇上刚才派人传口谕天降瑞雪皇上请皇后和他去踏雪我这身子还是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可是离那天不远了今日我常常梦见那黑衣和尚他推算我命中只有三八之数朕今年三十八岁真是应了他的话国师姚广孝姚国师号称前知八百载后知一千年一生不爱参禅论道偏偏爱冒险真是天下第一怪人可是他自己死的都莫名其妙你不必相信他的卜算皇帝正值春秋鼎盛之年我知道是你杀的来陪朕玩我若是赢了你得对我说一句真话皇帝想问什么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是不是想跟他去海上我不后悔从未有过相随皇帝于地下故所愿也在地下见我爹娘我会对他们说我不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皇帝给我一个家给我毕生所爱我已心满意足了皇帝你呢你后悔这一生吗遵照皇上的旨意刑部和吏部连续讨论了两次把全国死刑审核收归到朝廷里这事儿很难办大家知道这是皇上一片爱民之心内阁会再做工作这件事情宣德三年就在讨论为何到今天还在提刑部若是缺人就加人若是无能就要换
朕不是要施什么仁政，更不是要为自己祈福。朕是要给大明定下一条铁律，朝廷的刀快绝不可斩无罪之人。下面的官不可杀人，未经刑部审核不得动刀。一旦人头落地，后悔莫及。是。皇上当年决意往交趾派兵，现在怎么又把兵撤回来了？臣觉得皇上是视人以软弱。于谦，这是不吉之物，交趾的事情可以往后拖一拖。皇上刚册封完他们的国王，他们的国王应该稳住他很久。交趾的国王既然愿意接受我们的敕封，朕就觉得甚好。既然是邻邦，就要让他们看到我大明的气度。臣等告退。皇上，有一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要说便说。皇上，太子的病情不好啊。太子的身体如果真治不好，那就另选。你们四位是顾命大臣，要选出一个信得过的人，好好辅佐。但此事要多听太后的意思。皇上，大殿地气太凉，不宜久居。可我整日昏昏沉沉，四肢还很酸痛。有点凉气，我还能舒服一些。上天先把人折磨够了，再叫人不惧怕死亡。他日我若一睡不醒，是我的福分。以前你尽心尽力伺候我朱家祖孙三代，我没提拔你，你不会怨恨我吧？俗话说，红衣官袍是百姓血染，我穿蓝图个干净。你呀，心气太高，心思太重。你爱的不是朱家，是天下。若让你身居高位，最终会不得好死。这是爷爷说的，我原话讲给你听。说得好，知我者，太宗皇帝也。寡人要歇息了，臣等告退。日月山河还在，莫哭，诸位慢行。皇后觐见。
臣妾叩见皇上，圣公安。深夜至此，所谓何事啊？相伴皇上于地下，是我的本分。可是孩子还小，请求皇上为我延命几年。太医说，或许孩子能够治好。你怕了？我自幼父母双亡，我深知孩子与父母分离的痛苦。我不想孩子将来怨恨。何必要提这旧债？就让这横逆灾祸都加在我一个人身上，不要祸及后人了。这些日子，朕反反复复地看殉葬名单，你的名字我进进出出拿了七次。今天我把你的命还给你，但你要发誓让我安心。臣妾自知这条命是皇帝所赐，若儿子为帝，我必当尽心辅佐至死而已。若儿子早亡，那是我命中注定，我必当追随皇帝于地下。小的时候想当个画师，一生饱览名山大川，老了躺在床上把画作挂满四壁，卧游天下。可后来出现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我把这点念想给忘了，我很后悔。我们的儿子长大了，愿意当皇帝就当，不愿意也可，让他按自己的意愿过这一生，才是真正的得意快哉。把我这话告诉他，皇上，我扶你回寝宫。想穿着龙袍坐在那儿，现在得意了？我不怕你了，我
和我自己讲和了。若微，十年风雨，觉得若不能相守，是辜负了这一生。我不能忍受去一个没有你的世界，故而想把你带到地下。可让你和儿子分开，又生怨恨，所以我把手松开，把世界还给你。上天会因为我的发心，必不至让我沉沦在无知无识的黑暗中。我不会忘记你，愿来日相见。我会一直陪着你，就像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一样。我在等着你用马车带我回家。好一个年少的周郎，饮在火池，也不觉地灰飞烟灭。皇上口谕，我奉太后之命宣读一下皇上的遗诏口谕。皇上说给你一个太妃的名号，朱祁钰封成王，以往的过失不再计较，你死后可以与皇后一同合葬于皇上陵寝。臣妾胡善祥领旨谢恩。先扶成王。成王，来。太妃，当下便有个好事，奴婢赶紧来告知。太子爷尚且不会说话，软骨病也治不好，六部九卿合议，如此怎可亲政？因此皇上葬礼一晚，杨阁老提议明日在华盖殿朝会，讨论太子是否让位。内阁大臣提议请您带成王去一趟，将来若真成了真龙天子，奴婢是第一个来报信的。我知道了。儿子，记住这一天，活着我们就赢了。嗯。六部九卿合议立皇储卿，太皇太后御驾。齐镇怎么样了？唉，不去。活得越久，看得越多，心里越烦。这些红袍子、蓝袍子的，笑话先帝杀害血亲遭报应，一肚子脏心眼子，臭气熏天的，
齐镇的病，太医说那不是从胎里带来的，能治得好。他的名字是先帝给起的，先帝又那么的宠爱他，求太皇太后成全。成全。那个女道士把她接回来，是谁成全的？是我求的钱。哦，可是先帝允准了，祁煜封成王，胡善祥册封太妃名号。他把你们一个个都饶了，他一个人担着笑话，担着流言，年轻轻的走了。要是他还活着，你们都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太宗遗嘱尚在，我若真做错什么事，鹿死鹿埋，道死道埋，何须多言。我竟然忘了你是孙太后了。请太皇太后保重。儿子呀，来跟娘说话，来。找到你了。你今天带他走路了没？还没呢。还是一个字都没说。贵人语迟。哎呦，哎，跟娘出来玩哦。你要是还不说话呀，你爹在九泉之下都要痛哭流涕了。我知道你可以的，爹娘没有做过什么滔天的罪事啊。你是在跟娘开玩笑是吗？你是在跟娘玩假装对吗？你这样子的话，我们俩就都活不下去了。我知道你可以。你们都知道他是先帝的骨肉，他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他可能说话是晚一点，可是立嫡立长本来就应该是他。如果不到最后时刻，断然不能把他换掉。